第十三题，请问永恩在两到四秒期间的平均速度等于多少？我们晓得平均速度的意思就是我花了多少的时间，有多大的位移。那我们在两秒的时候位置是5，我们在四秒的时候位置是12，所以我们总共花了两秒钟走了7公尺，所以我们的平均速度的大小呢是 3.5。所以第十三题问我们说，请问永恩在两到四秒期间的平均速度等于多少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 3.5。